会考，特地来到南京东路巷弄内一间以各式美味功夫菜获得众多名人青睐的中式餐厅。而来到这里的原因，嘿呦，其实就是有位自信满满的名人居然胆大包天要在这向我们的名人太会考下战帖喽。大家好，我是棒球主播徐展元，今天来到这间餐厅是我最喜欢来的餐厅。听说玉林哥的名人太会考可以来帮名人买单呢，我就是很会考，所以今天一定要让玉林哥来帮我买单。人家都说我是综艺圈的徐展元啊，对，因为我的激动程度呢不输给你。哦，那是我的荣幸还是你的荣幸？是你的荣幸。来吧，展元兄，展元是我的偶像。哎，平常只有在那个看电视才会听得到他那个知名经典的开场白。是的，很少可以见到本尊呢在我面前亲自讲，所以呢一定要让他秀一下。是，注意哦 ，Action！太会考就吃不下饭，就睡不着觉，甚至就会红下去的名人太会考吃，名人太会考狂。大家好，大家好，太大好，我是徐展元。好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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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恭喜十足。他创作很多经典名词，啊，对，还有个影片。我们特别为你制作一个纪念专辑。我要播50年呢，我立志要播50年。来，你看。哎，听到你的声音呢，就是等于就是最好的这种壮阳药，你知道吗？球场上不能乱吃药，好不好？不是，哎，我当时我提供你给你一个梗，就下次转播的时候，陈金锋那只球棒简直跟吃了威尔刚一样棒起来了。最后的效应嘛，我赖不了，赖逼，这样子哦。哎呦，咱们徐展元可是形象健康的热血主播呀，威廉神你就别再为难他了啦。展元兄啊，为什么叫热血主播，同时也是爱国主播，我有影片为证。打赢到了 WBC 的前八强，但是我们旁边那个人到底是谁？那是主评杨青龙。对。这个画面为什么说不出的枯手，你知道吗？就是你哽咽跟泣不成声，然后杨青龙教练一直在旁边笑。今天太会考的规则一样很 easy， 若是徐展元能在接下来的六道题目中答对四题，那他最爱吃的这一桌丰盛菜肴，威廉森与鸡排妹就会二话不说的帮他买一个礼拜的单，价值高达8000元呀！令人期待的第一题，请问人身体的哪个部位细菌最少嘞？张泰山就没有什么细菌吗？好厉害啊！我有天想说，张泰山要是全台湾全垒打打最多的男人呢？如果他的全垒打形容词跟其他人一样的话，那他就不行嘛。那我突然就有天想说，到底他只有什么东西回不来？你觉得呢？对，就只有他只有头发，他的特色。那我都怕被他骂，所以我就是要讲之前呢，我就去赶快跟泰山说，哎，我如果这样子形容你全垒打，可不可以？就那时候张泰山正在打击练习，他拿一根球棒放在这。然后边讲都去公话埋啊，然后我再拿出那个姜，有没有在那边涂？重点是人体的部位哪个地方细菌最少？对，是头发哦，把细菌赶走，简称赶走细菌。对，啊，如果太简称了，对。不是大肠杆菌，答对了一题，答对一题。第二题，请问台湾最大的网络讨论社群 PTT， 网友们常用的用语 LUB 的意思为何呢？PTT 常会一些用语啊，像 BJ 四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哎呦，哎，真的会呢。新乡民，那 LGB 是什么？你知道吗 ？LGB 是什么？不知道。它是老鸡排。就是说，鸡排妹变老了以后就变成 LGB 了。不是，好不好？它 LGB 在网络上都是在讲那个喇叭毡、喇叭卷。哦，不是老鸡排啊，我是 LBJ 啦，啊，是 LBJ。鸡排妹，你还是别观光面前耍大刀啦，倒是威廉森林也太幸灾乐祸了点了呗。这我一定会的啦。为什么？因为这个缘由就是来自于棒球的。哎呦 ，LUB 就是理由国。LUB。LUB Why 为什么？什么关系？因为他当初在这个 PTT 乡民会把它传出来，就是因为超警徽啦。嗯嗯。然后中华职棒的时候是就是。
哥会看通啊，很多事情投不好的话，就会讲说这个投手球不好啊，对啊，头发痛啊，就骂骨折喽。对啊，李尤伯，看是不是真的是李尤伯？恭喜你答对了。哎呦，真的是李尤伯。接着第三题，要猜猜看世界上飞行瞬间速度最快的球类为何？嘿呦喂呀，咱们热血主播竟然在这题答疑失荆州而无法答对，那也只能下一题再继续努力了。接下来第四题咯，也是跟体育有关。好啊，对，今天都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啦。以下的亚洲名人谁没有创下过金氏世界纪录？一姚明，二 AKB 四十八，三赛。四田中将大，赛就赛，然后大是干嘛？你知道赛是谁吗？Bagana Style。哦，江南大叔啊，对对，他不喜欢听到赛这个名字啊，因为他希望我们能赢韩国嘛。对啊 ，AKB48 是日本的嘛 ？AKB48 你该不会以为是冲锋枪吧？哎，冲锋枪那是什么 ？AK47。我想猜姚明呢，身高最高会不会有可能？会是，不会是吗？因为在 NBA 最高的也不是他，还是 NBA 球员当中名字最短的金氏世界纪录，因为他每次只有写一个要 YAO， 还真要。你的答案是姚明，姚明吗？恭喜你答对喽！哎哇！没错，除了移动长城姚明外，其他三者都有创下过金氏世界纪录哟。像是日本的 AKB48 就是全世界人数最多的流行音乐组合，韩国的歌手 Psy 则是以《江南 Style》一曲在 YouTube 上创下最多人按赞的世界纪录。至于日本的王牌投手田中将大，更是在2013年以跨季的30连胜获得金氏世界纪录的认证哟。一个巴掌拍不响，猜一句成语。这可以造句啦，就是说弯弯的事情引起瞩目，很多专家认为一个巴掌拍不响。对，五四三二一，好想赢韩国，好想赢韩国，答案是好想赢韩国吗？恭喜你答错了，是孤掌难鸣。孤掌难鸣，对对，孤掌难鸣。一个巴掌拍。这题简单到哈，旁边那个阿姨有没有都睡着了？国小六年级的。现在面对的徐展元目前答第三题，错两题，能否如愿过关，就全看重要的最后一题了。最后一题，我就认为你应该一定要会的，真的一定要会，请写出三部跟棒球相关的 A 啊，不是国片，不是的 A 级国片啊。对啦，我看过阿凡达的 A 片版，那阿凡达不是蓝色的吗？哇，好好玩哦，那个到最后的时候那个都那惨，你知道吗？那个因为流汗嘛，那个漆都掉了。好了，哎，好快哦，你真的会呢。其实前两部我都有去演。导演是谁？空哥啊，他就找我去演。球来就打，我也有去客串，对，去当播报员。那康诺就是加农，对，因为这个太古早以前了，所以他不会找我去客串播报员。哇，好厉害！哎，刚刚我们才聊完《阿凡达》而已，他马上就写完三部电影。我要用蓝色的血。但是还好，这个不会轻易掉漆了。恭喜徐展元顺利闯关成功，这也证明热血主播除了有满腔热血外，聪明才智同样也是不可小看的哟。今天比较特别一下，我们最后 ending 呢，要由这个展元哥呢来帮我们做这个主播式的这个热血 ending。好的，我们这就是我们非常精彩的名人太会考，精彩的球赛以及精彩的节目都需要大家的支持。我是徐展元，我是威廉神，LGB。收看，我们下次再见。谢谢。下周又有微信星爆表的名人要来跟威廉神与鸡排妹呛虾啦！我买单，你动脑。名人太会考啊，不错。每周二中午12点上线的名人太会考，随时在雅虎奇摩名人娱乐等你哟。